好，我是李超叔叔。一分钟来讲拍弦，其实每一首歌都可以拍弦啊，但是我比较常做的例子是这首。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。好，问题来了啊，跟你讲个坏消息，我没有办法写出右手的谱，因为我不会看右手的谱，我也不是这样学，但是我是用听的，所以你就跟着我来，等哒等哒等哒等。大好，首先等那个等哦，就是根音，拇指弹根音，等啊，拇指根音以四六弦的根音就在五弦啊，三平。那食指、中指我就弹二三弦，其实中指你弹任何弦都可以，等大等大等啊都可以啊，不重要。但是根音一定要弹对。再来就是你弹慢一点，等大等大等大等。现在我唱这首歌。